哎呀，你真来！白宇啊，我是黑土。你是黑土？哎呀妈，冻死我了，这都冷了。哎，你看我穿啥棉裤？别急。哎，今天是不是要下霜？好像要下霜，真的要。真要下霜。下霜。你们不能那么冷啊！白天你还多热乎。嗯，今天就是你看今晚。今晚再下霜。你把他脚都摘出来睡一下哈。对。你看这啥膜？满市场就这点油花脸，这种好吃啊。嗯，油花脸。我愿整这油花脸。都说云南那边就南方的蘑菇多，你看我们北方啊，我们端红的蘑菇。今天要开会，蘑菇要开会啊、哦！这油花脸啊，一走。啊。这啥？鸡冠蘑。鸡冠蘑，是吧？当当当当当，这啥？这孩子还是鸡冠膜，你那个你就不要拿了，那是鹿角膜。当当当当当，鹿角膜，这鹿角膜也叫云朵膜，对，这地膜特别好吃。市场就这点都要，像核桃仁儿似的。对对对对，嗯。再给你当当当当当，当当当当当当，你看这啥膜？这是鱼饵。哎呀，鱼饵特别好吃。就这点啊，鱼饵。这滑溜溜跟果冻似的，鱼饵特别好吃，嗯，可好吃呢，就这点吃，这都是精品。你看，这是圆蘑，也叫冻蘑，你看到没？错，累点歇歇，这边还有张蘑。你看，我们还有真蘑。真蘑这都到晚期了。就最后这一点了。咱们东北的蘑菇特别多，还有烫子蘑、小黄蘑、小灰蘑。对，还有那个老多蘑菇，咱们都有的就不采它，不愿意吃哈，有的。现在几种？一种、两种、三种、四种、五种、六种。六种。还有七种。青蘑呢？羊肚蘑，蘑菇太多了。玉皇蘑，啊、对，还有玉皇是最好吃的蘑。咱家都是今天是蘑菇开会，你看我们东北的蘑菇总量特别多。这俩是炒辣椒炒肉，都离不开肉。这些是炖鸡呀、啊、什么的，比较好吃，比较滑嫩。这个鱼儿我没吃过，这咋吃？这个也是炒辣椒，这个好吃。咱留着吃呗。那你昨天你买不着这个，明天吃呗。啊、炒着吃，这个特别好吃，可好吃了。这点，我就是闻着香味进来了呗。你看，天冷不冷？我们东北知道现在冷了。你认识这啥吗？我见过，没见过。没吃过吧？你看这东西。明天咱炒了得了。鱼饵，鱼是不是？赶紧的，咱买一个炸。炸花子馍。炸哪个？花子馍。真冷啊，喂。牛花俩。守着锅台都不行吧？冷，还是冷。我守锅台有。哎，小雕，哎，你们仨这一出是过冬呢？那不过冬你出去，拿去吧，试试。啥呗？你这玩意儿像啥？像啊，那个立模像核桃仁。小雕还特意留一个这个核桃，你知道这啥？松鼠，藏呢。啊，我刚刚抠的时候特。人冬天留吃的呢，松鼠，你见？你看这帮人采过来呢，我们都已经发现好几个了，嗯、三四个。你刻开，你看看有没有？这肯定有羊。好小啊！嗯，这小。他不会拿瘪的藏在这里。你吃吃吧。你吃了吧，这是松鼠的口粮，你抢松鼠的口粮吃了。嗯，挺香的。